平号环游世界航程，一次航程探访超过20个以上的港口，亲临向往的世界遗产，壮丽的大自然，遇见世界各国的风景文化与当地的人们。1983年首航开始，承载来自140个国家超过8万人登船。感动的大航海，和平号环游世界航程。